少女时代成员 Tiffany 和前东家 SM 娱乐约满后并未续约，不过单飞不解散的少女时代好感情依旧。28日 ，Tiffany 在网络上分享了自己的日常影片。影片中，她趁着回韩国的空档，出席成员秀英主演的电影试映会。刚到化妆间，就见到队长泰妍和老妖徐玄，难得重组的泰弟徐久违站在一起。T， 오랜만이다。오늘이거들고이괜찮은데？然而难得合体，三人同框画面却不到十秒。只见泰妍看了镜头里的自己后，突然大惊失色。이애시사회를가기로했는데요야이렇게보니까시아니옆에있으니까눈이왜이렇게작아보여다왜냐면언니는지금눈장착좀하고올게요네우리이따가除了泰弟徐合体之外，到了试映会现场，三人也和秀英校园 Yuri 大相聚，难得的画面感动一大票粉丝。事后秀英也在社群网站发出合照，大呼少女时代最棒。非凡娱乐整理报道。